超人义工团是由服务过知名科技大厂工程师及热忱的企业社老板师傅们所组成。团员发现大部分的社服团体都严重缺乏资源，于是主动接洽服务弱势身障的社服机构，号召志工群贡献自己的专业及时间。自今年九月起，共出动三梯次，即61人次完成喜乐20院区清洁维护冷气设备，并于今天开始清洁万和院区机台，让孩子们可以使用更健康的冷气。然后在今天感谢大家在场的志工都抽空过来做这一次的公益，希望公司有这个机会能号召更多想要热心公益的人，然后一起来参与。人士哈来进到喜乐哈来做这样的一个公益的服务，那其实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设施设备的清洗维护，减少了我们喜乐应该是降低了我们每一年都要做这样的服务，要30几万，要花30几万，好，所以减少所以你们的专业跟你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志工的时间那。真的是帮助了祝福的喜乐，我们孩子也能够在很好的、很清晰的、很健康。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